哦，他们两个都在。这啥？你为什么？我的天哪！我的爱人，对呀、啊。弟弟怎么样？走了，开黑灯了，走了。下班了，走走走。快乐啊，快乐夜宵。你们下一次电台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？那你跟台长啊，你们我俩这小卡拉蜜，这才实习没转正呢。对啊，实习生。我天天就会拍台长马屁，你问我能问出啥实质内容来？咱俩内卷了，咱俩内卷了。内卷的意思就是，内卷就是给你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去看电影啊，第一排的人站起来看啊，第二排的人也站起来看。那我在第三排，你就必须得站，你就必须得站起来，因为你那我直接开骂。不是不是，他们听不见，他们是聋的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，不能这么说，就是它是一个学术名词，原来是。咱俩卷吗？一般吧。我感觉咱俩不咋卷，我觉得月月是卷，卷月月，月月真的卷。你说我俩卷，你都对不起月月的努力。月月从早到晚都在干活啊，你不知道他在干啥，不止不休。这个大叔织毛衣不卷吗？怎么能卷到我俩身上？织的我都想卷他，我这是。不是你什么情况？哇，杰哥，你今天太好看了，哇，你太帅了吧！你要结婚吗？对啊，杰哥，你好好看啊！哒哒，你看他，你快看他！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去看展穿的那么的像新郎。你快看我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结婚啊！你新娘呢？新娘呢？你都穿成这样了，我还不穿成这样？我们穿这样很正常呀。这个鞋穿成这样是为了配合我的衣服吗？来，走吧，步入礼堂。哎，我觉得都还是有备而来，但是都被杰哥打败了。啊，杰哥赢了。因为什么这么正式呢？坂本龙一嘛。啊。我觉得要去尊重这么高水准的展览。观音听石这名字起得很好，但是它其实不是那个观音的观音，它就是观赏观赏的音乐。音乐对。哇，好棒啊，这地方好神秘啊。对它这个，嘘，听。这个钢琴呢是2011年的时候福岛大地震，海啸的时候呢被卷入了海里。然后又被冲刷到海滩上，然后被坂本龙一发现了。啊，是吗？是的。包括我们的图像，它是实时就是连接了现在地壳运动的数据，然后再翻译到这个钢琴上的声音和这些音响和这些视频里的图像，所以它是一件不会结束的作品。因为地壳一直在运动。对。所以地球就是这件作品的演奏家。我好喜欢这句话，地球就是这个作品的演奏家。哇，从来没有想过声音可以这样去触摸聆听，我还想再去一次。好漂亮啊，哇，你过去，我去给你拍大片。在这，哇，太漂亮了！哇，我的仙境里头，快拍快拍！来看了一下，哎呀，这个好看。来，我当个肩架给你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妈哎！你平时为什么每天不穿着这么好看呢？你知道为什么我穿着这个？我觉得坂本龙一啊，他是一个非常有那个上海话叫腔调。我觉得就是尊重这个场合，说的非常对，尊重就是仪式感，这个是仪式感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尊重这个词用的非常好。是的是的，
你知道我前几天啊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，特意的穿了西装去，正装去，结果后来呢你知道吗，我遇到几个我认识的人穿着 T 恤去，哦，还是花 T 恤，关键他穿 T 恤他还问我说，哎呀你怎么穿得跟新郎似的。我其实挺觉得不对的，因为你们怎么能穿这么随便啊。其实像我以前小时候我去纽约看他的那个 Opera 排队进场的时候，然后都是穿晚礼服，我就这样T 恤牛仔裤破布鞋还破牛仔裤。你进去了之后我觉得你有两个感觉，就是你穿着那个样子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身历其境，你就会觉得自己也在参与这个社会，但是你如果穿的就是比较不得体吧，也不能说不得体，随性吧，就随性，那你就只是一个旁观者，像你去参加婚礼那你就是旁观者，而不是你是一个参与者的感觉。哎，这个说法很好，肯定了我。那人家结婚一定得梳妆打扮一下。是啊，我最多穿的不要那么漂亮而已。对，女孩子嘛。没有，他是那个凡尔赛。不要夺了人家。凡尔赛。不，他的意思不要夺了人家新娘。哎，我就特别喜欢她结婚，她跟她老公结婚，有一天我记得特清楚，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舒淇。哎，在哪里来着？在。杰克布拉德，然后呢我给他发短信啊，你怎么结婚了，很美的地方、那个、你没有通知盲姐吗？不没有一个人通知，他是临时的啊，不过特别符合你的性格，很好，随性、他特别随性，随性是对的。其实今天的是我最放松的一天，是因为有我们两个在吗？我很幸福跟两个仙女出来。杰克越来越会讲话了、哎，跟你们在一起就是长学问啊。我觉得跟齐哥还有苏芒姐我们都熟悉起来了，就像朋友重聚一样的，跟大家可以聊天啊，可以 open 啊，可以敞开心扉，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儿。